血透析是怎么回事？透析呢，可分为血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形式。前者呢，是把自身的血液引到体外，通过人工生过滤以后呢，将处理过的血液呢，重新回到别人的体内。后者呢，是将患者自身的腹膜作为一个透析膜来使用，定期呢，对内注入腹透液，这样起到一个净化的作用。血液透析呢，是静脉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生长替代治疗的方式之一。它是通过将体内的血液引到体外，经过由无数根空心纤维组成的透析器，在血液与含基己浓度相似的电解质，在半透膜两侧呢进行一个物质交换。它是通过弥散和对流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的。这样，你达到一个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，维持体内的电解质的和酸碱的平衡，同时呢，也能清除体内的过多的水分，并将经过净化的血液回输到体内的整个过程。